大家好，欢迎参加今天晚上加拿大中国妇女互助协会的公益讲座。那么星期六晚上我们还是请这个 Jason 老师给我们讲养生方面的讲座。那么今天晚上的主题是关于女性的哈，女性怎么保养，怎么护理。好，那我话不多说，把话筒交给宁老师 ，Jason 老师，有请。好，谢谢主持人。那我们今天跟大家继续一起来学习啊，还是我们系列讲座的另一部分啊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这个呢，主讲的内容呢，可能大家呢都非常的关注啊。因为大家知道我们11月份呢到了。10月份呢是一个大节日，那为什么要聊这个女性身体保护这方面问题呢？因为10月份是世界卫生组织啊关于女性保养啊这样一个月份，所以今天这一堂课呢跟我们每个家庭每个人都息息相关。我们知道啊，我们家庭是社会的一个细胞，如果这个细胞有了问题，这个社会啊就会整体上出现很多不和谐的声音。世界癌症日啊，这乳腺癌呢已经超过了肺癌，成为全球主要的这个癌症并发的类型，这是大家要清醒的知道的。而每个人呢都要提高警惕，不论您今天呢是孩子的母亲，你还是呢作为孩子，你都要认真听一听这个跟你今后生活的关系。这是 WHO 啊，世卫组织，在全世界呢，每年有210万女性受乳腺癌的影响。那这一个数据啊是非常之可怕的，几乎跟这个疫情啊人数差不多了啊。所以我们每个女性啊面临着疫情和乳腺癌双向的这个压力，这个呢一定要让我们每个人都要清楚啊。健康美丽哪个重要呢？我们很多人呢口口声声的讲健康更重要，但是在实践过程当中呢，选择美丽的人呢可能比健康呢更加多。我们很多的一些女性朋友已经病入膏肓了，躺在病床那一刻呢她也要自己美一点啊，自己收拾的利索一点，给人留下一个好印象。我们知道啊，这个大量的药物啊，这个侵入手段呢，包括啊丰胸啊、打玻尿酸呐、肉毒杆菌呐，让这些很多人呢像吸了毒一样会上瘾。那这些无形当中就埋下了2颗定时炸弹，它不仅消耗了金钱，还带着无形的这些难以预测的风险。很多大陆的朋友啊，他们去丰胸啊，人家告诉他，哎呦，给你算便宜啊，给你欧美式的这个罩杯漂亮，他们都去做了。结果做完了以后呢就缺乏平衡了，就是为了这个漂亮都不便宜。所以这些人未来会一些什么情况呢？大家看一下这个图就知道了啊。这个是在2012年的时候是27.36亿
花费在这个行业上。那还有什么呢？一三年就变成30.88亿，那一四年呢？你看就变成了37.39亿，那到15年就45个亿了。你看这个递增速度没有法再说了。那现在有多少呢？你自己上网去设计一下，这个数据一定让你跌破眼睛，因为环境就这样，别人都丰胸了，啊，打了玻尿酸了，你不打你就觉得，哎，好像有点落伍了。所以你看看，很多女人呢，都向往着来去做这些东西。那乳房啊，是女人健康的关键。很多人说，哎呀，这个事业线看什么？就看这个，它这个沟的深浅啊。所以说，很多人呢，就是挤啊，挤就有。但是呢，这里面确确实实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出来。大家一看这个人，知道哈，81年啊出生的，到15年呢，就这么年轻的生命，就过早的离开了人世。这是一个璀璨的一个歌星啊，这个刚出道时间不长啊，上帝给了一副好嗓子，但是呢，现在又去另外一个地方去唱歌了。已经不在人世了。这乳癌啊，不仅折磨了人的生理，更侵蚀了他的心理。在病床上长期与癌症呢做斗争，那留下来都是一些遗憾。那给后人呢，更多的是一些什么呢？警惕。我们很多人呢，啊，不以为然，说那是发生在别人身上，你怎么就知道不在你的身上发生呢？啊，这个人呢，大家都不陌生。啊，我们大家用了三星手机啊，我们用的这个 iPhone 手机，这是台湾呢，在大陆开工厂呢做手机，在深圳大家知道，在深圳龙华那地方，40多万大军啊。都在他旗下，哎呦，乌泱乌泱的，那真是好热闹。啥也不差，就不差钱，就差一个心爱的人离开了。他弟弟呢，也是买了一架专机给他弟弟看病，也无济于事。妻子呢，也是因为乳癌转移到肝脏啊、肾脏啊，就走了。他再多的财富，再多金钱，也没有办法挽留他太太。你看他是不差钱啊，太太和弟弟都相继的离开了这个世界。说健康跟钱有没有关系？有关系。但是呢，也再多的钱也没有办法挽留住他太太。那这个人呢是79年出生了，真的好年轻，好年轻啊！到11年呢，就挂掉了。非常优秀的一个女人呢，生死面前呢，一切都是浮云。这人叫于娟，32岁，也是一个海归的博士。诊断患有乳腺癌后呢，大家看看又录了很多视频，哇，真的好可怜，你去上视频去看一看，那孩子非常非常乖。他在最后那阶段呢，把每一个生活的细节都展示给后人，让后人知道呢，他的加班加点给自己的压力，就是重点啊，压力。为了买房子、买车的追求，最后呢，闭上眼，一切都是浮云。那看你这个于娟呢，我就想起来呢，我一个邻居，55岁啊，在今年的6月份也离开了人世。他也是个军医啊，那在医院工作，
打完疫苗呢，两针以后，这个人就悄然的离去了，房子买了，也装修好了，也没享一天福，压力非常之大。你说他不注重个人防护吗 ？No， 他戴两个口罩，还戴防毒面具，戴手套，每一个环节做的都非常好，但是也没有办法，也走了。所以说，生命面前一切都是浮云。大家看到，他写了一本书哈，这本书呢发表的是在他走了以后，在追悼会上，他的这个生命日记的绝笔就好想休息一下，他将永远闭上了双眼去休息了，就是此生未完成的事儿。我们用了更多的代价呀，才能认清活的意义呢。就是大家一定要清醒的知道，一去殡仪馆的时候啊，哭颜抹泪的，那时候就想，哎呀，我真的要对自己好一点，真的要拿出来时间呢，去对自己呢，以及家人呢，去做点功课。那出来呢，跟人吃个饭又忘了，哎，一看保养了就开始琢磨了，要花钱了。这一幅照片呢，它是一个广告。这个胡丹呢非常勇敢啊。这个乳腺癌其实就是情绪病，这告诉你了。你的情绪导致了乳腺癌。这胡丹呢就用自己的抗癌经验告诉大家，命运需要自己掌握。精彩也需要自己创造。无独有偶啊，有一幅图片呢，大家不知道是否记忆犹新。一群洋人啊，大概有近20几位，他们上衣都没穿，都是乳腺癌，都是和这位胡丹小姐一样，都是刀疤，全部都被切除了。这里面什么样人都有。那为什么有人就说他是情绪问题呢？我们会慢慢的一点的跟大家剖析他主要问题在哪里。那这个是2012年呢，8月13日，年仅43岁的李婷，也是一位乳腺癌去世。你我身边谁会是下一个呢？我知道我周围的朋友就有几个是乳腺癌走掉了。因为他们呢，由乳腺癌到最后走的时候呢，时间都不是很长，到发现了大概就是1-2年就挂掉了。这为什么呢？大家要注重这个问题了，要引起每个人的注意了。大家看，你不爱他，他就不爱你。那善良的乳房呢，他会耍小脾气，比如说乳房下垂啊，乳房外扩呀，副乳现象啊，这都是给你在闪烁着黄灯，告诉你应该警惕了。那到下一阶段呢，恶毒的乳房与你同归于尽，乳腺的问题啊这个乳腺疾病啊，直接就威胁了你的生命。因为很多人呢可能都没去注重这方面的问题。我曾经跟大家分享啊，我洛杉矶有一个人啊，他呢55岁啊，北京人，他就用一种 hormone 啊 ，human hormones，human growth hormone， 就是人造的这种
荷尔蒙的东西去擦，人家告诉他你要多擦呀，越擦越年轻啊，所以这个知识啊决定了他的命运，命运改变了他的生活。哦，他就擦呀，他往胳膊上擦，一擦觉得不过瘾，算了，我就直接我往淋巴擦吧，这个效果快呀。结果擦完了以后，哎，觉得不错啊，啊，结果人家告诉你再量大一点，他也没客气啊，就是一个月两瓶就下去了，那东西也不便宜啊，他像不要钱似的就擦下去，结果三个月以后中大奖了，连续三个大奖，乳腺癌、淋巴癌和骨髓癌，多么的可怕！你说多么沉痛的教训，一个好好的一个人呢，现在呢就像80岁老奶奶一样的青光眼啊，看不见东西了。那我去看他的那一刻呢，做了放化疗，做了不到10次，满嘴都破了，只能舔一点蜂王浆。这就是放化疗以后给他带来的生活上的不便。你有再大的房子，再贵的房子，美国白宫、印度首富的豪宅、英国的白金汉宫、台湾的桃竹影园，你看这个多么豪华呀！这么豪华的房子，再看什么是乳房？乳房呢？我们把乳房啊，在今天呢，给大家呢剖析一下，这很多人还搞不清楚。那这一块呢，你听完这个以后，尤其您是女人，你一定要把这个图截下来啊，自己呢去回味一下。它分外象限、外下象限、内象限和内下象限，我们给它分成A、B、C、D 四个区。那 A 区呢，主要是 cover 的你的心肺区，比如说我们呢容易啊胸肺气短呐、啊、心慌啊、气滞血瘀啊、气血两亏啊，你去看中医说哦，气血两亏啊，补一补吧啊，那你可能就听中医去补一补啦，给你开点补药，开点维他命。啊，这补一补，那补一补。那 B 区呢，是我们的这个性腺区，它主要的管理着我们的生殖系统的功能。比如说我们的经期失调啊、妇科炎症啊、宫寒啊、不孕不育、流产呐、啊、性冷淡呐、啊。更年期提早啊，一些这个卵巢这个早衰啊，跟子宫相连的。那 C 区呢，也就是在乳腺的外面，它主要是管理了我们的淋巴，最容易生病的地方。我们淋巴循环啊不顺畅啊，比如说腋下的淋巴呀、肿块啊，这条索结节呀，你摸啊，每个人去把这个胳膊抬起来去摸一摸，哎，条索结节啊，哎，这就影响你的睡眠呐、啊，不好了，包括代谢的障碍啊，免疫力的下降。尤其现在这免疫力下降呢，可能呢，疫情呢，你就是麻烦了。很多人说没事儿啊，我刚打疫苗，对。你去看一下，上网去看一下，都公开的消息哈。一个呢是以色列打疫苗呢超过了85%，还有一个呢是新加坡啊打疫苗也超过了80%，这是打最多了。那我们的内地呀、啊，目前呢已经超过了90%，打了差不多23亿剂了啊。那有人可能打了5、6剂了。因为有人呢就花钱就雇人去打嘛，有人不打就花了钱。那总体来讲呢，就这么多人打了疫苗，为什么现在有20多个省又存
全部沦陷了呢？为什么呢？还是一个，那疫苗呢？现在一个天大的问号画在这里，免疫力不要去依靠疫苗，自身免疫力的天然免疫力要比疫苗好11倍。那我们肝胆的功能强弱呢，包括子宫卵巢啊，容易患这个子宫肌瘤囊肿啊，哎，都是在这个 C 区。那还有一个区是什么区呢？就是我们的外下线啊，就是我们的外区地区，就是我们讲最后一个区。这个呢是管我们的脾胃的，比如说鲁韵呢、啊、是我们的这个脾区啊，啊，有的鲁韵大小啊都不一样啊，有人这个吃完鲁了以后呢，吃完奶了以后啊，这就黑的啊，人以为是正常的。这个实际都是一些回奶啊，就是当时就没有干净的啊，这也是造成乳腺问题一个大问题。那乳晕深呢，就说明你的脾胃肾都不是很好啊，这个代谢比较差，包括乳头是我们的肺区啊，啊，这个乳头深的肺气不足啊，肝火旺啊，代谢差、啊、容易发脾气啊。动不动没听明白就可以跟人家发飙啊，啊，没有耐性啊，等等，都是这些问题导致的。还有一些这个乳痘呢，表示你的瘀阻。还有一些人呢，这个乳头的这个凹陷、淋巴排毒啊和脾胃都不好。那乳头内呢，这些内陷造成的细菌倒流，影响到了淋巴，这。这些问题呢都是需要我们每个人所去关注的。你想一想，有这么多问题，你再去找那个最便宜的啊，那个胸罩一戴大概30-40磅的压力罩着，你想那个海绵呢，又你想就是便宜啊，省钱呢 啊为了家里大人孩子啊，就忽略了自己的问题。你不爱他，他真的不爱你。OK。那全球的乳腺癌死亡的病例，93.4%啊，是其他恶性的肿瘤死亡病例，那占6.6%。percentage 呢，这个百分比呢，就是什么呢？就乳腺癌死亡的病例。大家看一下这个24.2%啊，乳腺癌的并发率，那15%是乳腺癌呢死亡率。为什么 WHO 啊，世卫组织啊，他现在这么重视这个问题，拿着一个月啊来去。让所有的人去重视它，这个呢已经是目前呢已经很棘手的问题了。大家先上网去看一下，点击率会非常高。那我们女性啊，成年以后啊，这个乳腺癌呢发病率啊在逐渐逐渐的上升，尤其是在45岁到65岁达到了顶峰。那今天可能在座的，我想呢应该有一半以上的呢都在这个区间。想想看你自己闷声自问，刚才那四个区你知道多少？就像我们很多人呢打完疫苗了，你去问一问，几乎98%以上，你问疫苗含什么？不知道啊，我怎么能知道啊？哎，他就糊里糊涂就打了。他去买东西，他左挑右看啊，看看质量，但这疫苗他就不看了啊，也不问，哎，闭眼1000字打，为什么呢？不知道，别人都打了呀。
你看我谁谁谁谁谁谁都打了啊，所以你看科学都这么说了，自己去打了，这是因人而异。如果你已经有过一次感冒了，如果你的身体呢自然免疫力非常好，那你呢真的要考虑为什么要去打这个疫苗。这个人见解不一样啊。如果你觉得你非常有必要去打，那你就去打啊，没人拦着你，因为在海外呢，和其他一些国家不一样，那其他国家呢，逼着你去打，说是自愿，采取自愿，法律上这么说的，但是执行下来就不一样啊。关爱乳房的健康，你看都是跟这个房事儿有关啊，你刻不容缓。那每年在全球呢，现在是26秒，也就是说，你这个眼呢，眨26次呢，就增加一名乳腺癌患者。你相信实际数字远远大于这个，远远大于这个。为什么呢？很多人呢还没有去发现，这是发现哦。很多的一些贫困国家，有一些医疗资源落后的地区。没发现，说为什么到医院呢？医生告诉你，哎呦，太小了，看不得出来，等一等，等等，回家啊，再等几个月再过来，完了再给你切了。哎，你看，因为你就是他下一个等待要上手术台的啊，这是潜在客户，他一定要给你切了，不切的效益从哪来呀？对吧？他等待要切。那一定要切吗？那全球每年呢，有200多万女性患有乳腺方面的疾病，那每年有50万的女性呢，死于这个乳腺癌。临床发现呢，最小的、最年轻的乳腺癌患者3岁，可不可怕？你今天你心爱的女儿，你心爱的孙女儿。外甥还玩得好好的，还玩得爽着呢，你也不知道，糊里八涂的，哎，就患上了这个疾病，束手无策吗？现在呢，人口红利已经没有了。现在大家知道，有些国家已经开始提倡去生3胎了啊。大家知道这里面呢？有很多很多的因素，缺人嘛？那美国的最大的精子库在洛杉矶啊，在这个加州全部清空，啊，就像去年年初口罩一样的啊，多贵的精子一扫而空，像不要钱一样的，都被各个机构抢购了。说明什么呢？自己想。那乳腺结节是怎么回事？我们看一下。那我们知道啊，这个乳腺结节它分6大个级别，这有6块啊。这个非常非常清晰的勾勒出你日常生活当中呢短板，你可能不是很清楚的。这是乳腺增生，也可能是生气上火啊，气为血之帅，血为气之母。生气上火了之后呢，瘀阻主要在哪里呢？在我们的横结肠，这个呢是负责我们乳腺部分。要经常去检测一下你的腋下啊，那这个呢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因素，大家知道哈、啊，我们经常跟大家分享肠肝轴、肠脑轴，大肠呢是70%的免疫功能都在我们肠道上，你奉是肠道有问题啊，比如说 constipation 呢，你就会有一系列的问题随之而来。
那结节不大，他就定期去查嘛，啊，去检查。有的人呢，就自己呢，也是天天呢，就老想就自己一块事儿，有块阴影儿。哎，他可能自己就是一块阴影。你想什么，他可能就会得到什么。那细节呢？这个见血呢，就是约20%恶性的啊，就建议手术了。这个针他要给你去查看有切片呢，凡是切片了，这个时候你就当心了啊。这个时候呢，切片化验，人家就可能就对你这东西就产生疑义了。那到第四个阶段呢，他就有肿块就进行一些活检啊，这一块你看他就开始逐步升级了。啊，就恶性的，那可能就有10%到30%了。恶性可能就，那这个到4D 啊，就 A、B、C，那到了最终阶段，就可能61%到94%了。你到这时候，基本上呢，你就办法很少了，就越来问题就越大了。那第五块呢，就是具备典型性的病症，高度的可能性就是恶性的就大于等于95%了。那第六块呢，正式了，就是乳腺癌。医院呢给你的方案，切，你这一切，哎呀，无所谓了，切了，利索了，那一切的事儿都等待着你。想一想。可能你家的孩子也会跟你一样哦，因为生活习惯是一样的，对吧？那你看你这一切不要紧，那这个乳腺癌呢，还好多东西不往下传，就这些东西它都往下传。那乳腺增生到乳腺癌的5个阶段呢？那乳腺癌。没有后悔的药，60%的女性是乳房，不知道，就像我们刚才形容去打架，不知道，谁知道？哎，就捅上去就好了，谁管他啊？自己对自己不负责任，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进行这些乳房的扫盲呢？所以你今天从知识到知道。需要一个过程，需要不断的去学习提升。那乳腺增生通常是一级啊，这乳腺就是乳腺增生嘛。那第二级就是我们乳腺的小叶增生。那这个呢，小叶呢，胃导管扩张，二级乳腺增生，这是通常是一年的。还有囊性增生，这2年的啊，这乳腺导管扩张合并上皮细胞增生症，那通常呢是3级的乳腺增生，这2年了啊，所以你到这个时候呢，你还没有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，这乳腺囊肿了，就形成囊肿块了，这通常癌变就是90%以上了，就是4级了，那到第5级就是乳腺癌了，没那么简单，你别以为就把这两块肉割了就完事儿了。他也要把你的腋下的淋巴组织都抠掉，刮骨，啊，刮骨疗法，他就直接给你刮个肋骨，有一点儿还会复发，很残酷的，很残忍的。那这一切的悲剧呢，都来自于无知导致的，啊，很多人一看到这个。检测报告，哎呦，就痛哭流涕呀，啊，捶心顿足，哎呀，这个怎么是我呢？怎么这么倒霉？那平常日呢，你要叫他去听听课、学习学习，他没空，忙死了，哪有空学这些东西？那我们给大家聊一聊，疏通淋巴。解除腐乳，我们刚才讲了，乳腺问题，它手术首先把你淋巴这个
淋巴结都给你抠掉了，再把你这个两块肉给抠掉了，一个缺少美观了，另外缺少部件了。那这些东西呢，都非常的重要啊，强化我们的心肺功能。那很多人说这个东西就是女性的事儿啊，这好像跟我男性的关系不大。No，一样关系重大。我们的两乳，大家知道这乳头的后面是什么呢？就是膏肓穴。我们经常看一个人怎么样了，病入膏肓了，差不多了。你摸着后面啊，都是一些铁板一块的，都是一些条索呀、啊、结节、啊、硬块。我曾经跟一个御医啊，我曾经问过他，我说你给这个我们高层的主要领导去做这个保健医，那他们这按摩是咋按的呀？哎，他是御医的后裔，他跟我说呢，就是给他们后背呀、啊、都给他们捏脊呀、啊、哟，小孩子捏脊行，那那个岁数，对，就这一点。说很多人可能不知道，你以为都是在和你一样去按的，闹那个手非常有力气，你被人抓一次你觉得疼，两次你觉得就差点，三次你就觉得适应了，四次就开始爽了。你把后背这块打开了以后，就强化了心肺功能，调节了内分泌，抗衰老啊，延缓我们的衰老期啊，哎，这一个呢，都是在这方面，还可以美容美颜。哎，我们看到我们很多女人呢，就天天的在那琢磨，哎呦，咱们能再漂亮一点，怎么能再美一点，怎么能再白一点。所以我们跟大家分享啊，如果你的肝脏的谷胱甘肽被激活了，你的容颜就开始白了，皮肤就开始细嫩。我们华人呢喜欢白啊，这亚洲人喜欢这个颜色啊，喜欢棕色啊，不一样，追求的东西不一样。亚洲人以白为美啊，所以说呢，很多人呢就追求白。你看一看你的脖子，尤其你这个两乳之间的上半部分，你看这个颜色跟你脸的颜色是不是一样？如果这个颜色跟你脸的颜色不一样，就说明你有问题了，是吧？肝脏出问题了，比如说这些这个蝴蝶袖啊，你比如说这些乱七八糟的啊黑色素啊，哎，这是说明你的开始疏通三焦有问题了，上下贯通有问题了。那前胸托后背这块你有没有方案呢？还有你去雕塑我们的身形啊，这个很多人说雕塑，啥是雕塑？雕塑就加加减减嘛。那你很多人光顾着去加了，把胸封得高高的啊，像欧美人是一样，但是人家一看你的比例就不对了，这比例失调怎么可能出这个胸呢？哎，他不考虑，他只考虑呢我漂亮好看，还有两性的和谐，还有一个什么呢，我们心理的调整，这些因素呢都显得非常非常重要。我们再往下看，这个胸部啊挺拔聚拢啊，这说明这个人的这个健康态啊，你看这个人哇，这个胸挺拔啊，甚至呢人家呢就连胸罩都不戴，你感觉这是一个真正的年轻态啊，这是一个身体健康的一个显示出来。
秀给别人看啊，腰部没有赘肉。这个髂胫骨啊，大家知道这个骨盆 pubic， 髂脊横缘呢，平腰四，就这一块呢，到你这个没有腰变成水桶腰了。那经常有人说啊，人呢到了60岁以后啊，搁背后看呢，男人女人分不出来，都一样，脖子粗粗的，那个腰也没有了，上下都一样，走路的步幅也差不多。你看现在很多微信讲中国大妈中国大爷啊，平常日子哼哼呀呀，超市有便宜货，他们呢真是超过了这个刘翔啊，他们跑的速度比谁都快啊，厉害着呢。因为这些人天天跳广场舞啊啊，爬山呢、啊、哎，身体好着呢。那这些标志着什么呢？说你看这个人呢，身体好不好？这两侧堵了，这个带脉堵了，你去自己去摸一摸，如果大过2公分，那出问题了。你掐一掐，它疼痛，就赘肉。气血通，百脉通，任督二脉打通，带脉要通，尤其女人就带脉不通啊，那个脂肪就焊在你的身上。我们很多女性朋友说，哎呦，我这个瘦身瘦不下来了，说为什么呢？焊上去了，下不来啊。因为溜溜球效应啊，这瘦身都是溜溜球效应啊。为什么呢？说你看很多人用了这个药那个药啊，甚至有些人呢到中医诊所啊，中医诊所给你点番泻叶吧，给你点大黄吧，啊，喝喝，我就把你一看这个腰没问题，啊，这个喝喝就好了。喝一段时间，突然就发现便秘了，因为大黄这个东西，喝一个阶段你得停下来，那个吸大肠的水分，它不管后面，只管结果，啊，为了一个婚礼，为了一个 party 显示转一圈，穿一个好衣服，穿个礼服，穿个鞋，就把这个腰条给你。让人家感觉啊现出来，所以说用一些腹泻药，最后就导致了汗在上面。来看这个臀部啊，圆满丰润翘的啊，这不是垂下来的。那这些东西呢，你可以通过一些形体训练，还有一些什么呢，因为很多人没有这专业的老师啊，你没有这些专业老师去教你，这专业老师也很辛苦啊。你看很多做形体训练一些老师啊，就是以身作则啊，吃呢都很注意，每天大幅度的去训练。那除了这个之外呢，还有没有其他好的方法呢？拒绝做贤妻良母。这个呢，大家看很有意思啊，就为什么说年轻时候大家的肤质啊与体质啊几乎是没有什么差距，但是到中年时期呢，差距就逐渐拉大，那慢慢的就失去了活力和朝气。你去看看在这个健身俱乐部里是些什么人呢，都是一些积极向上的，有钱的，甚至呢有追求的人。那有些人管他，吃完这餐再说吧。哎，说肥胖和懒惰呢是孪生兄妹，管不住自己的嘴，甚至呢，我想吃啥就吃啥，先爽了再说，回头呢再觉悟了以后花大钱再去减。大家看这个图哈，你看人家会保养的和不会保养的他差多少。你看领的小朋友啊，你也看像姐姐一样的身材好，恢复的好。那我们未来的路呢究竟在哪里呢？这是很多人呢想知道的。
我们究竟未来路在哪里？通过一些什么样的方法？我不手术，还有其他好的方案吗？好，我们今天呢，关于女性的保养呢，在这里就告一段落了。那大家有什么问题呢？我们可以在会后啊，一起来讨论。